什么？大家好，我们是生命哲学探讨班级。好，生命哲学探讨呢是延伸八字班课程延伸出来的。好，那八字呢是什么？八字就是我们呢出生年月日时辰，每一个呢两个字排成八个字。那八字它透露着我们的生命讯息，人的富贵贫贱人生起起伏伏透露的讯息生命密码由这个五行生克所形成的工作事业婚姻还有感情健康学业等等等欢迎大家呢有兴趣的来跟我们呢共同来学习跟探讨。好，我们呢一起来我们是生命哲学探讨八字班欢迎有兴趣的大家跟我们来共同探讨。好，好，谢谢，谢谢，我们谢谢林月老师他的课程分享，他是在丰东。